来看球赛，现在要进去了。全场满人的，现在热身。我的运营会那边，你看。叫嚣时间，给点心理战。下半场开始哦，气氛又开始火热起来了。我们真的全部很热情哦。比零啊，心里想庆祝，可是不能庆祝哦。3-0啊，现在。只是那边的球迷还在很热血哦。这边国家球迷40-0了啊，你看他们的热情还不断的。尽力，加油！现在大约90分钟了，4-0。这是我这次来看的初体验呢。其实我是接力踢的，可是这次只可以站在石狼窝那边。